驾，深夜寻味啊！天气热，吃冰的就很开心。我觉得晚上可以吃，不会有那种罪恶感，因为不甜呢。但是它整个冰，包括它的那个冰本体哦，都是有芒果的味道。呀，你面奶奶喝的呗，就很特别啊！你看这里的食物，这装着一杯冷面，那个是 Kunafa Crepes 啊。原来是这样的口感啊，好特别的口感哦。